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不管他的用意是啥，伊上五就讲，人甲人中间生死有命，各人各人因果业力，咱会当关心就关心。那么其他呢，若无伊的业力的现前呐，谁也管不了。所以不管他继续煮夜饭，马上去顿悟，成就为阿罗汉，被阿罗汉过啊。这不是讲，哎呦，师兄。啊！你有迄个都，你只爱我俩啊！不管他，未使的咯。反正你也跳着我的票啊！你也不管我，还未使的啊！安尼嘛，唔是他妈迄个咯。所以，这个人生的课题，责任甲义务，责任甲义务，咱爱尽。啊，责任咱报施，施舍是咱的责任。甲义务，无功无德可言，这是责任甲义务。咱无讲甲无德，好讲的是啊，本身你就有功有德啊，有功有德。哈、啊，若是咱一个人一件工过，一直在计较，哈、啊，那比如讲，人有诶，哈、啊、来施你，伊就报施，希望讲，是大人身体会好起来，病会好起来。啊！伊就来施礼讲，老师啊，好、哦，我要报喜，我好啊，谢谢哦。哈、啊，我就要报税了，你们开这手机华报税。我、哦、阿弥陀佛，我这先佛师，哈、哦，这一个啊寺庙管理的，甲你迄支功德会，哈、哦、财团的法人呢，这都无共款。我无法度报名，甲你报了，不过我爱报税了，啊，你就交一摆啊。哦，无我咧转你苹果啦，无啦免啦，老师免啦，好报税啦。哦好，我着爱家己念落底啊，念落底啊钱，过去功德会，哈、哦、啊去家开一张收据，啊才好去报税。好、哦，啊就是只一千五里用的私人，那么伊着爱这里这张呢，做滚迄个都爱要报税。啊，那么啊，我就用家己认得底下的钱咧，啊来，吼、哦，我先开一张收据，可以会当报税。啊，你好咧，好、啊，我怎么老师，安尼唔对咧？啊，你那那开不多余的收据要好报税，唔是先律师哦，我先律师一般的寺庙尔。哦，你啊，那么你会当报税，财产法人才用报啊。那么我就给你掏腰包来，让你开一张收据，让你去报税，才会使咧。啊，老师，歹势啦，嘿，歹势啦，嘿，摕来就好啊，伊就转去啊。我想讲，伊个报无老师歹势，我阁报死出来。啊，伊就把啊，想讲啊，这拢我的同款，好，拢无分就对啦。你若靠自己邪见、邪念去个邪教的时，你一定气死啊！那么足欢喜个啊！嘿，你安尼吼，我嘛是做功德，你嘛做功德，功德大家做善结的话嘛。林刚伊就过来啊，过来咧。老师，迄天我是欢喜袂记你，吼，我袂记你，遐钱摕好哩，吼，啊，就过来，就过摕好啊。啊，我第二年，老师，你看，我要过来报税了。啊，要报税，我才又个交入咱市里啊。啊！我都爱过幸福，那三六底下，迄条骨较大条。我都个，咱个公基金会叫开一张啊，好一点，佮好去报税。咱嘛是足欢喜，
足欢喜者咧，咱佛觉一滴个，觉着众生的需要，咱就欢欢喜的话。所以咱世间万行代志，拢是爱善解人，无恶解。你若恶解的时，你一定足歹过日咧。啊，要咱就信道先生，伊的心腹咧，哈、啊，伊是真够甲打官啊，甲开玩笑。你想甲打官食豆腐？吼、哦，伊安吼，甲因打官开啦。啊，爸吼、哦，你生到这囝，这因头这还做翁吼，你安尼唔知哦，你这种那袂歹呢。是啊，因大家很久边听到啊。系啊，阮老阮媳妇一定有看到，伊可能个外口个甲人生，吼、哦，伊只讲那种袂歹，哇。系啊，打大家都含打官，哎呀嘞，先讲就变嘞，先说你变说未清。不过咪有一天呢，伊看了打官打家嘞，房间咧起小怕，乒乒乓乓物件，安尼在响的时啊，入去看，啊入去嘞，都因打家嘞，而且呐，把我们啥个响的都爱去牵一个，头壳都牵一个乌香，啊就搁走起话修，即讲真经过我听，我咧食饱先用。三会使讲，三袂使讲。你甲大官食豆腐，你甲孟家开，你即种啊，你袂用甲阿爸啊，吼你吼去，你生只水的翁吼，你叫好人做翁婿，吼你安尼外口唔知生偌济咧。即个话说话用个兼个用兼讲啦，阿饭用个食寡。这个代志，才当甲因大家讲，我也是大人开玩笑，你莫讲啦，有就有啦。阿母母要甲三年，要甲三年，这弯手才衰，反而观察都无影外好有。但是呢，这爱善结，但是恶结，做阿母恶结，母遐结出头出来。啊，所以啊。咱这个角一低见，角一低见，咱本来的真性，本来真性，咱绝对无受污染。所以咱三字经所讲的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就是本来的真性。有人讲“人之初，性本恶”，绝对是错误的讲法。人的性是善的，那无为何呢？咱伫西藏密教遐活佛，去查到投胎伫倒位咧，竟然都甲带倒转来啊！带倒转来呢，还拢互灌输着呀好的一想法，善的一行为，所以伊所发出来拢是善的一行为，若是一个人恶的行为。吼、哦，啊！伫恶嘅环境生存呢，伊自然会染着，伊染着恶嘅行为。所以咱人嘅观念真重要，有理智真重要。啊，咱囡啊，哪个也是即个学校班嘅学校，嘿，伫学校班嘅习惯拢无真好嘅时，咱换别位去学习。自然的人囡仔无咧本钱的时，咱就莫伫恶的环境大遐去污染着。好，我讲是囡仔，你囡仔定力无够，才好，我囡仔甲你砍呢。阿弥陀佛，有这种想法的人，你囡仔定力无够。所以才会让我的孩子把你卡你做坏，你看我听几次吗？所以本来本性那是清净，本来是本性是善的，结果有环境的关系，所以咱社会，你知道说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都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本来的真性已经出现了。如逆行，如顺物错邪经意，见他道开示入悟日，自是佛之之见，
我辈无婚。若作此偈啊，乃是谤经毁佛啊！那大师啊，把这个法达来，好，改讲，你莫爱注意，唔通错解经的意思。咱所有一切经，拢开始咱对善的去行。所有一切经典的意义，都是咱人的拢讲到咱本性。咱本性就是有智慧，咱本性的不偏不倚，咱的本性就是清净的。经所有拢甲咱开始安尼行，结果咱有的是误解、误解，对经典去误解去。好、哦，见他看了他，别人讲哦，开始误入，咱也无去领悟开始误入，一来一往，开始就是。个性先行诸佛所开的路，互咱行，咱爱去悟这个经。拄则咱真济，咱的同学大概好开始上经，思想做，好心经定定的。咱爱了解经的意思，咱若无了解经的意思咧，咱个来妄经直直读，直直读经咧，或者读妄经，读妄经咧，你要开悟就真困难。你要悟的真理就真困难，所以咱经啊，爱先了解，先了解一点哈，了解你才来读，愈读你就愈进入经中的精华，进入经中的精髓，进入经中的妙义啊！哦，所以咱经啊，好，咱莫错解去啊！啊，就是佛之之见，咱真济人。经读真济经，人家讲我就佛出世间，自己都是佛的知见啊，错误去啊！你对经典，你无了解经典的整个精神的时，你自己认为我就是佛知见，我会读经就是佛知见啊，错误去啊！还一段距离，要一段的距离，经典的意义。咱来了解内底伊个经过，经个因缘果，因缘果经是为何而起？那是阿弥陀经，好、哦，阿弥陀经是佛陀嘞，哈、哦，亲身为舍利弗，哈、哦，亲身来为伊讲嘞，讲互伊听，然后舍利弗嘞，伊才转出来，互大家了解。啊，有个经呢？都、就是去请示的所讲出来的一条路，请示所讲出来的一条路，迄是那个清法所得到的。那么咱清法呢？咱清法为啥清法？为十方法界的众生来清法，毋是为自己的清法。咱伫即个觉者的面头前，伫大修行大菩萨的面前所请示的。这法呢，拢是为大众而请示，并毋是为恁某人个人一个的请示尔，而是为恁的幸福比的护法神、守护神，或者在座的恁的祖先、守护神，要或者三界万灵来请这个法。所以这是恁所请的法，爱师父去开示，恁爱悟入。五爱进入觉的知见，因为咱毋知影一切法，所以咱就请示着真正法。啊，请示真正问题，请示问题咧，咱就爱会当悟入爱领悟啊。所以咱开课，咱全省四界开易经班，开易经心法研究班、弘誓研究班。咱开这个班的意义咧，毋是讲要培养地理先生。毋是培养什么算命先生，命无命好算，运无运好，迄个可论。这是原来就记着的。那么咱开这班，目的特别开始甲大家咧，恁包括带恁的守护神，恁的祖先，有缘的十方法界、三界万灵众等，进入。
课堂中间呢，听这个妙法，这个妙法对对来，为师父传过来，师父传对对来，对贵国先师、龙天护法、诸佛菩萨所启示的，就我随才好讲出来尔。所以这个因果果，修他因果果。过他因他过他因果果拢重叠，达最无讲单一，达最无讲干那一。咱会问一件代志，那么经过头壳的思维，经过咱的思想，经过多方的检讨、检讨甲需求，咱才会去问这个安尼在对啊唔对，才会清晰到这个法。所以各位啊，咱对。经典内底的意思，经的意义，咱爱先了解。那无咧，咱叫做读妄经啊，读妄经。好、哦，啊，尾下咧，咱只哇，我是佛子之见，我辈无分啊，若作持戒啊，乃是谤经毁佛。咱若无了解经中的意义。咱个人已经读经，已经解经的时，哈，咱自然会诽谤着佛，诽谤经中的妙法，会诽谤佛，诽谤佛者，诽谤自己的心，诽谤咱的个性，诽谤家的心，罪上当。所以佛心，佛心，佛在心中做啊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咱对任何一部经。咱袂用甲诽谤，你若诽谤的是，你无了解做经的写这部经、讲这部经的人，伊的内面伊真意的是，咱随便去诽谤的是，我告诉各位，咱会犯着满地深刻的罪过。啊，再来脾气是佛啦！啊，一句之间何用更快呢？佛之低见，我来都有啊。各之低见，无同款哦。佛就是那比论一个觉悟的低见，哈、哦，觉悟的低见，佛原来一切法都拢具足，叫做佛。各者，咱有诶，要无去了解本来法诶全部诶面目，不了解全部诶面目诶时，所以咱就爱照到一寡师父啊，一寡善知识，一寡修行诶，一寡圣贤，甲咱开示，甲咱开这条门路，路互咱行。吼、啊，这叫做觉是知见，咱觉着。咱就知影安怎做啊？觉到的时，咱就对任何一件代志的看法，你会当真正清清楚楚。结果呢，那是后天之觉。那佛之知觉是先天之知觉，先天之知觉。本来所有一切拢是佛内底所具足啊，唔只。有的人说，哎呦，我的念佛，我的度佛假佛，你家己度未好，谁要度佛？佛都一切都具足啊，名为佛嘛，一切具足为佛。啊，那么讲，要未完全领悟到一时，咱就爱有人讲法给咱听，咱就爱有人讲道给咱听。咱才会去觉悟到，哦，原来是安尼哦，叫做觉知见，佛知见，佛到原来具足，哦，原来就安尼，我原来就有啊嘛。所以，咱的弥勒佛啊，我弥勒佛布地回向盘一卡咧，恁两个人内底拢是财，我告诉你们，内底财嘛有，嘛有晒，嘛有烦恼拢有。喜怒哀乐咸酸苦涩，内底一排足济。咱若无注意，所骂出来无骂着金啊，结果骂出来骂着屎嘛，无一定哦。
迄种佛的佛内底就执着的物件，你怎么的？哎呦，我内底原来嘛有屎尿，迄阵你就觉着，你才知影。哦，我知了，我看到啊，就是安尼。所以觉知见是后天，佛知见原来就执着。各位，咱每个人拢有佛知见，恁爱相信吗？恁有佛的知见？你来相信无？因为各位，你毋是出世即生尔，无量劫来，毋知投胎几十摆、几百摆啊。所以佛知见，我还未悟到咧。悟到我家己嘛，曾经出世做查某人生的时，互人欺负，吼、哦，迄滋味吼，足出满是。较早倒转去看，哈，有够可怜啊！那安尼，即摆才看到人先生咧欺负太太，哈哈，嘛笑笑啊，嘛是安尼，无啥物好害，因为我嘛害过头呀。吼、哦，佛知见，我那么啊，嘛是安尼尔啦。啊，人家哎呦，做查甫人，吼、哦，莫想伤心。啊，做查某人咧，莫哼，你我安那，我老娘怎么样？我告诉你，因因果果啊，啊，跳个。去得到烦恼是觉到的，才来知影；才去看到的是修慢啊。那么互相相尊重，你的佛之见，佛之见。好、哦，讲到这，上天感应落大雨，好、哦，迄毋知谁流目屎，好、哦、啊！你讲，彼即是佛，与即之见，何用更开呢？佛的之见。原来都有啊嘛，咱是安尼啊，计无，咱共开免啦。吼、哦，咱所需要的自己，要袂觉着，要袂觉悟着，咱爱广结善缘，广纳各种的法门，吼、哦，广纳修了各种的法门，啊、哦，这是觉是第一件。吼、哦，咱若毋知影一件代志，咱只能问。那无咧，我已经拄则传发互大家咧，问家己的心，这是向内问。好、哦，那么你今日就甲老祖请转去，我即阵老祖毋是要你请转去哦，你要印入去心肝内。你行啊多伊，即身是老祖，啊是佛啊请入去，即身是佛，即身心就是佛，心是佛，身躯。嘛是佛呢，所以佛法之妙，甲一般道法之妙，确实天地之差。佛法之妙，尊重每个人的心是佛；道法之妙，无尊重每个人心是佛是性，一再甲每个人拢。看作众生无趣，真侪宗门的教门，无去悟到的时，伊甲所有的人拢看作罪人，罪人。那么佛法是最高的境界，尊重每个人拢是佛，心是佛，尊重各位心是佛者，是仁者，仁者，仁者。各家的事，也辛苦的人家各家，所以佛教，吼、哦、佛的教育，或者佛教，佛的教育会看到人合掌礼敬，咱的宗门大概拢是佛，看拢会讲礼敬，嘿，啊，所以咱水陆法会，遐一挂出家法师，因一心一意的。你修行的，希望要成佛的，来看到咱家师兄师姐拢较有礼貌，因为赞叹拢奇怪。世间台湾的世间的团体，要有这种团体很难得哎。好、哦，那这种团体看到拢阿弥陀佛，较有礼貌。嘿，我歹势讲讲，阮家拢是佛的。啊，你若唔知影讲阿弥陀佛的事，我告诉你，你是众生，心情出家山啊。脚穿嘞罗汉鞋啊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尼头毛光光嘞，白叔叔嘞吼，恁嘛要众生嘞，
现在哦，哦，所以咱每个人本身就是佛，但是咱不用骄傲，咱了解咱是有佛的底见，本来就有啊，只是咱怕唔见的尔，去砍掉咧，累积落的烦恼，生生世世的烦恼，甲咱砍掉。比如讲，咱只一条香蕉金闪闪，放伫即个盘底。咱作些烦恼，直直捡，那直直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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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捡嘞，捡到尾啊，内底拢乌毛啊垃圾，迄粒摩尼珠伫内底，所以佛祖摸迄粒摩尼珠，就是咱的本性，咱的性命，咱的智慧，咱的佛知觉，佛知见，佛的知见。可惜咱袂记哩，所以咱要听圣贤所开示。诸经，经者是路，成就成佛，到达心安的境界，这路为经。王道之国平天下。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速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山，足得流芳禅机山。